设备的现场调试非常耗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调试只能在生产线安装完成后才能开始。软件在环虚拟调试技术则不同，将单元设备到生产线一比一孪生至三维软件中，同时将现场调试过程转移到数字世界中，使工程师或者终端客户可以通过交互式三维可视化软件查看设备的实际行为，而不仅是控制程序变量或是仅解决干涉问题。接下来将展示基于三菱电机三维软件 Microsoft Gemini 与工程软件 GXWorks 3进行的软件在环虚拟调试。软件在环中相当于将编译的源代码集成到数学模型中，为工程师提供一个虚拟环境来对复杂工艺进行详细控制逻辑开发和测试。利用虚拟调试技术，工程师可以将控制原型直接与测试模型连接，进行迭代测试并修改源代码。在自动化设备制造领域，产品设计过程很难预测生产和使用过程会不会出现问题，虚拟调试带来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验证产品可达性，直观显示伺服器机械行为和动态干涉。虚拟调试允许设计者在产品生产之前进行任何修改和优化，而不会造成硬件资源的浪费，并且节省时间，因为工程师在测试过程中可以修复错误，及时对自动化系统进行编程改进。对于用自动化设备的客户，使用虚拟调试来提前编程和测试产品，可以减少生产过程停机时间，并且制造商可以降低将设计转换为产品的过程风险。将一条生产线做到多种产品、多流程、多形态、多单元的快速转换与协同生产。